1点多哈，本分局接获线报哦，在本市爱山人山庙口前哦，有一名男子哦驾驶一部白色汽车，他车上哦藏有枪械哦，那本分局侦查队同仁立即带同信义所的同仁哦前往哦去盘查哦。在盘查的过程中，嫌犯有抗拒，那因为现场围观民众众多，那有协请一分局的同仁前来支援，成功压制后也在车上搜出一把枪支，那这把枪支目前已经送请我们警察局鉴识科送电中。